大妈，你这房子也有点孽债了吧？这房子也有点孽债了。说啥呢？大妈，你这个院这房子也有点孽债了。啊，得歪了，你看那。哦，这过去也是好房子哦。啊，那回家带娃还没娃了还。哦。这儿还有个另外一个侧面有个小院儿，那就是。啊，里头那这边有地方有个小院，有间房，这边就没地方，就是说那小窟窿了没院。这过去也是个大户人家的房。哎呀嘛，也土房，连个瓦还没瓦嘞，还啥没？哦，土房。还是没都盖的挺好嘛。嗯，他真的房子和有人梦的得了也。有个二梦了，人家是做啥的在？啥嘛，这那会儿再来这家里这院里。两家这边买一家，这边买一家。就是以前这是可早时候是个大户。也有啥大户，啥没啥他，就是怎么一家，怎么一家嘛，一家半个月。这就是大妈，你这房子是给缝过，缝的房子不是租出来的吧？嗯啊，俺们来那会就这样，我来那会就这样呗。哦。家这里就这样。啊，这也有点你这。几十年了，嗯，快几百年了，哦、我这来了五六七十年了都。嗯，你这有多大岁数？嗯，我80多了。哦，80多了，反正身体挺好。也就这严重那边也。哦，嗯、啊，八十多了，挺好。嗯。嗯。一骨头给了那么有。嗯。这还弄都虫。那他们割了把点小虫，伢他们就摘下来。哦，大妈进去吧，我们给把门关好。我是没事，没事不好，咱们一天还叫嘞。哦，行，别出来了，哎。这么话了。不来。